说他两束花，但是我真的没睡他。我们俩只是在营业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要赚钱呀。没有睡过，真的没睡过。我们普通朋友，真是普通朋友。横店暴雨太大了吗？真的没睡进房车休息一下。喝醉也没有举报，扛回酒店也没给他靠。你们也知道他那么高，我怎么可能推他在酒店床上去闹？真是你们看错了，我真的没听没报，只是身体超越和他靠了靠。微信也没加，不是我们加的，是导演和马姐安排我们加的。哎，这只是举了一下，我发誓我也没有真的想去牵他。哎，这只是看他一下，我绝对没因为看他和别人讲话。虽然他送了我两束花，但是我真的没睡他。首唱会他都没有来，能用活动网也不去见他。虽然他送了我玫瑰花，但我们从来没睡过啊。喝可乐也是因为我口渴，这边也是为了给他回礼啊。没说可爱，什么可爱，他怎么可能可爱？没说帅气，哪里帅气，都没我长得帅气。没有睡过，哪有睡过，我们全部在工作。没接电话，甚至那天是快递打的电话。我们懂得都不在意了，他和他不可能，他俩是值得。我们没有在课堂，也没有熬夜，那不是撒糖，是他们在营业。不就是硬照硬的都长得像一点，衣柜不是一个都是别人选。你们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们做什么我们都没有兴趣。抱歉，不该刻这么久，不该想让他去牵他的手。可我们也没办法，真的很累了，就是觉得你们真的已经睡了。每一天每小时我都在超话，哪有时间去看其他的东西？我忙着看直播，也忙着去抢货，我手里的钱包都空着一批。